你怎么在这儿？副总特别重视这次跟王总的合作，所以特意派我来协助你。陈小姐，接着讲你那个跨界营销的事。啊，这是我做的方案，二位可以看一下。还真别说，方案做的还真不错。其实这种创意方案都是大同小异的，关键还要看后面的执行能力。你这样诬陷我，对这次合作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，一味的忍让只会让他得寸进尺。喂，王总，我是树美的谷桥。啊，谷小姐。我们听说您唱歌特别好听，我就跟郑经理商量了一下，不去那家饭店了，我们直接改在 KTV 见。好啊。郑小姐，您这边可以点菜了吗？别催了好吗？我比你更急。怎么样？特意为你买的。王哥，到后面我们合作愉快。我干了。郭小姐你好。明天来一趟公司呗，把合同签了。你说什么？全公司都知道了。你为了跟白雪公司合作，昨天晚上陪人家老板喝酒唱歌，还坐人家大腿。别说了。不，他敢做我为什么不敢做？没那么简单。是你说了吧。